지켜. 我就为着阮囝啦，阮囝是一个孝子，足有孝外。
我是讲要甲算一个命，唔知影讲来个只，算命算只贵，一道就爱做你的子。原来你是好主哦。不是我啦。对啦。阮囝啦。不是啦，即马时代变啦啦。你替你囝要算命，只这尔疼伊，这叫好主啦。对啦，对啦。你国家呢？使我的心肝去感动，感动就好呢。无啦，使我的心肝去感动着。你讲，阮先还袂来。我甲你讲，阮这个哦兄弟拢是听我话。我头下斗三工来，是啥？哦，七十、十二个，搁差五十。对啊。我借你。安尼哦。先呢哦，头一头的人客，我很赶走，你唔通搞话咧。你破格啊！偷一个人客，你要来赶走啊！安尼拍这衰啦！对吼，迄大口拢一个人客。对吼，安尼嘛对哦。对啦，啊这阿婆啊，看起来介可怜，你拢无同情心呢。我啦，我无钱。好啦，我借你。安尼哦。我呕出来给你。好好好。我呕。好好好。呕啊！呕啊！小哥你安怎？你安怎？我的钱拢藏在裤底啦。我错一个。我呕啊！你安尼帮助我，啊帮助我丢金嘞！无啦，我钱还存好，拢加拢起来。来，进两三十五，五个钱借你。多十二个钱。哎，十二个钱好吗？来，进两三十五啦，十二个钱。啊，你好，阿婆，你遐等我叫阮先嘞。等一下。谁人来徛这边？